我希望做完的事情、哦、不要每次都做 同样的事情，那反复做其实当然也会很浪费时间，效率自然不高。所以如果说将来你的资料，比如说某些资料来源它变更了，那你当然就把旧的资料删除之后，你希望按下计算、哦、可以把你刚刚做过的事情全部再把它重新做过一遍。那方法当然很多了、哦，然后我前面讲过，就是 VBA 里面不外乎就是说，你可以用 VBA 的方式完成，要不然的话可以折中方案，就是说你做好了公式，它可以怎么样自动的帮你把它又写到你指定的这个储存格位置。但是这里面的话需要几个做法，不外乎就是先怎么样，我的习惯是先把清除做出来。哎，那清除怎么做呢？其实前面有已经做过类似的，你会如果没有什么印象，你可以把前面的影片再看一下。For i 等于4到最下面一列，好，那最下面一列可以用侦测的。再来的话呢，把清除的话，把它的第一栏，你就是 sales i 逗点第一栏有没有等于什么？等于空的。一也是一样 ，f。GH， 哎，那你可以先把清除写出来。所以清除写完之后呢，我想应该有印象吧，点下去全部清掉哈。它的程式就是这样，插入一个程序叫做清除 ，for i 等于4到最下面一列，这个应该都有写过了哈，已经很熟了哈。Next， 然后呢，里面的话把 D 到 H 给空的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以后的话就可以先把这个写好。写好之后的话，把这个范围复制贴上之后的话呢，哎，你就把计算的公式啊，其实计算跟清除最大的不一样是，它的这个里面是有放一个公式。好，那这个公式呢怎么来的呢？实际上就是哈，我先把它执行过，就是你可以把它的D栏这个储存格里面，哎，看到它的公式，你可以把它复制，那。复制贴过去之后哈，记得要改两个地方，哎，不是两个地方，改两个重点，就是两个部分一定要特别注意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如果它有单引号的话，那就是再补一个，就变两个啦。这前面讲过哈，啊，因为其实用名称的话有个好处，应该都不会有双引号，应该都不会有双引号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列号，比如说这一列有没有？4变成5，哎，那记得就是把这一个会改变的，把它改成 i 就可以了。OK， 所以这里的话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哎，这个其实都没有变，那这个其实完全不用改。这个的话呢，哎，它也完全都没变，为什么？因为用名称的好处，几乎都不会变，因为它就固定下来了嘛，对不对哈？好，那这个呢，哎，这个也一样，不用变，这个有没有变？有了 g。4变5，所以其实要变动的地方好像只有这个跟这个，其他都不变。所以哈，我的做法是这样的，你就把这个公式复制，啊，这样复制，然后呢贴到那个，你就是把清除写完之后，然后再把复制一份过来改成计算，然后名称的话呢把它贴上，这边贴上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把这个4怎么样改成 i 哦，这个我想做了很多遍了，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， end end 移到中间，再打一个 i， 然后 end 前后呢再加空白。那这个做好一次之后的话，你可以把双引号到双引号复制一下，因为它的那个 g 本来这个地方是 g4 嘛，哦，你把它改成什么贴上就可以了。啊，其他呢直接贴，好像都不用动嘛，因为你 check 过没有动，做完了，好，哦，所以如果你将来呢，哦，要把你已经写好的公式变成一键完成，管它几栏，几栏就几栏嘛，哦，然后呢先列再栏，做好之后的话呢，那你就清除计算，哎，完成了 ，OK 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方法的话应该比较简单一些些了，哦，那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。那其他这一题我想。就先玩，那等一下，请各位哈，再开启那个我们的那个那个那个第
问题，综合练习一啦，要原来的地方。那他需要做几个地方？第一个年龄，到底他几岁？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，复习一下。第二，他的血型 B 型。那我希望在血型分析这个储存格里面放几个东西。第一个 B 型，他的那个评价是充满感情的行动家，分析是他的这个什么个性爽朗、开门见等等的哈。那我希望把这两个资料直接帮我带过来，并且在前面加个星号，所以完成的结果类似长得像那个云端上面这个，类似像这样子。那怎么做啊？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还需要在前面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星号，好，而且希望在最后面呢帮我换行。哎，这个地方哈就有点难度。那不过哈，因为它原来的这个栏位的高度不够了，所以请你把第一列到第二十列哈选起来，按右键，它的列高大概给它100好了，让它高一点，不然你那个格子里面放不下需要的资料。OK， 好，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先把刚刚那一题哈的部分哈，改成 VBA 看看啦。虽然这个 VBA 的写法我们前面写了蛮多的，那我强烈建议各位哈，平常如果你工作里面呢有类似的东西，你就花一点时间，顺便练习一下。啊，多练习久了哈，我想你慢慢的那个熟能生巧啊，以后可能甚至都不需要记任何东西了，其实也没几个字，有的时候甚至自己打一打就好了。那如果初期没办法的话，就参考范本吧。那范本在哪里最好找？其实我的习惯是在云端上，一开就有了，手机上开也可以看得到。那如果不行哈，你就是反正放一个地方，你自己找得到的地方，都可以的哈。OK。